那老大，那个阿皮做好之后，我带你看三个家，好吧？你自己看哪个家？是搞点附近的吧，就行了。搞附近的。搞附近的好搬呢，物资好搬，不好搬的。他们这几个屌搞来搞去的，再搞点石膏墙，每人带两个，每人带两个墙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东西。什么？里面吧。核弹。这什么鬼啊？完了！我操，这什么鬼啊！我操！牛逼！完了，我被踢了，被搬了。这就把人搬了？对，管理员。白完了，这两天白完了。他无敌，你没看到吗？这狗屌无敌，无限爆炸，砰砰砰，他走到哪爆到哪。这老外打不过就喊管理员吗？我们又就是我们又不是挂，就是刚刚那三个小孩一直在跟我们打。你打不过你不是，哎呀，太过分了，他知道我们是中国人。这服本来就很难玩，这他妈的好不容易发育起来了，搞个昨天晚上发育了，今天发育了，刚好可以操家了，这你妈你把我们一搬，我操。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又没操家，我是没操家啊，本来就没操家，我昨天也没操家吧？基本上啥都没干出的。对啊，我昨天也没操家呀、啊。我们也没操，我们今天12点多1点多发育，一直在跑酷解家，然后对，就跟老外打架啊，就只是打架，没有操家那种。哇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，这管理员。